这裙你看，听足细呢。好好的放松一下，因为拍戏的时间很长，所以会觉得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。我们家是原本有订餐厅要出去外面吃饭啦，可是现在好像疫情有一点变有一点严重，所以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要取消，就是改成自己在家里煮年夜饭这样子。嗯，那过年有预计发多少红包给爸妈吗？一人一包啊。多少钱？大概加起来可能五位数啦，加起来。我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的，对啊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的疫情的影响，收入不太好。大家也知道我们前阵子休息了两个月。但是我觉得没有，其实包红包这种事情主要是一种心意。那我觉得爸妈也不会跟我们计较说我们到底要包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包个意思意思一下，对啊，平常也是有给啊，喂，当然要给啊，喂，这个不孝女。好，那2021年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？真的是希望疫情这个可以稳定，让大家不要活得这么的恐慌，就可以身体健康。那当然也希望事业可以顺顺利利的这样子。是啊，我相信应该全世界每个人都会希望，最重要的希望就是在新的一年，然后疫情赶快过去，让大家可以出去，可以玩得安心一点。然后大家都很久没有出国啦，对不对？如果都疫情过去的话，至少大家可以出去玩，可以玩得很放心。那其实两位在多情城市当中的这个全非 CD 的角色很受欢迎嘛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因此让你们活动变多呢？因为厂商也都非常喜欢两位。有啊，因为你看像今天我们就参加了好多那个蓝妞的活动，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群飞的关系，然后厂商看见我们，然后找我们，就表示说我们算演的还算 OK 啦，算成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 CP 有受到大家的喜爱啦。下次如果我们演妇女的话，应该就不会找我们了。不一定啊，也妇女也是会有其他的那个嘛。哦，那就是父亲节的活动了啦。对、啊、对, 对，就不是活动啊，我就对爸这样。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真的把鞋子拿来做测试，想要知道它到底多防水，然后多防滑。那真的事实证明就是如此。它真的就是在测试鞋子的极限了，所以我因为那一天路哈厕所有点远，所以要走近路的话就要从那个河的中间给要穿越，所以我真的把鞋子整个穿到河里面，然后。已经那个水已经到了脚踝的部分，鞋子真的都没有湿，而且你起来之后，其实它还是很透气、很舒适。我觉得它这个科技真的是还蛮黑科技的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